今天太那个啊，那我也没办法。那个不是我的问题啊，你问 Twitch 啊，最近又没有广告又那个，不过今天好像有了。今天我在那个台北那边有稍微看了一下，好像有。我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到底有没有。跳得好远。秒杀！怎么好像不太痛啊？传说中的屌炸不太痛。啊！队友各种被追杀，那我也没办法。酒桶这个角色就是这样的。PP 啊！别再亮灯啦，没血没魔的。哦，对面拳头剩一滴血，我受不了，受不了。哦，来来来，一滴刷了过来，靠腰。这下有眼。